会长，我真的好累。无论红珠还是韩胜利都一样，在同一间公司上班，红珠会没办法对我敞开心房。你去伦敦分公司。会长，我不可以去伦敦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只能要求你递辞呈了。不要担心，伦敦分公司那边就由我去。不管怎么样都太好了，他这一去就必须待上两三年。红珠先生，明天也胜利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